社会局为着要表示对视大人的关怀和重视，日前伫县立体育馆举办今年度的长青才艺运动功夫展览观摩会，展现出老时代热情和活力。对咱这个长辈时代的尊重吼，我拢吼一粒心拢唔捌变的，无变心啦吼。啊，包括明年度的吼，你评预算的时阵，伊讲啊，伊拢因迄个支票吼，证件拢无讲，无讲我讲不要紧，上少我会当保证明年一定有，因我即马拢甲骗落去啊吼。啊，所以吼，我伫遮吼要感谢咱所有吼啊，咱这个长辈时代吼，长期以来吼对嘉义即块土地吼。不管山区、平地，还是吼海区吼，咱大家奉献吼，啊，所以予咱遮个即块土地呢，会当养出遮济吼优秀的人才吼。啊，虽然吼我有当时啊做了无够好吼，啊，但是嘛，大家拢给我足包容的啦吼。啊，我抱着足欢喜的心情吼，啊，看到咱遮个长辈时代吼，啊，正健康吼，咱上重要吼，几岁无重要吼，但是啊活了吼有尊严。活了健康，活了快乐。馆长讲，老人福利是县政推动的重要方针。虽然财政困难，可是伊嘛是看了老人福利经费推动福利措施，希望提供老世代伫嘉义县生活幸福感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